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1月13日即将迎来摩羯座新月，此次摩羯座新月是改变目前生活状态的一个时点，人们的想法会更为果决坚定，偏向于严密的掌控生活琐事，执着面对内在的成就动机，摒弃过去的一切旧老枷锁，带来新的面貌。我们容易从这次新月看到自己的世俗野心，也可能获得一些资源和财富。摩羯座新月期间是规划职场未来、安排工作任务的好时机。此次摩羯座新月的重点影响星座有摩羯座、处女座、金牛座。摩羯座新月期间渐渐恢复动力，对自己的想法更乐于尝试，更加有信心的去开拓和耕耘。聪明的你能够找到更多灵活的应对方法，在社交、学习、沟通等领域无往不利。不过也可能产生一些悲观的想法，对自己产生质疑，感到沟通无力。但你能够从实际出发，做好自身规划。处女座、摩羯座新月期间是爱情热情度较高的时期，也更有创思和改良自己生活状态的欲望，更有勇气展现自我，可能会参与旅行、时尚、艺术等活动，开始认识到一些未来困难的部分，但是积极沟通就可以有效解决。部分人会收到怀孕的消息。金牛座、摩羯座新月期间思绪活跃，头脑清晰，有些人忙碌于社交、出行、论文、学习等事项，进展顺遂，有些人对生活的观察感悟力提升，产生一些有趣的认知。工作学业方面表现不错，对自己前途有很强烈的思考，虽然容易产生一些质疑的想法，但最终还是会理性规划未来。点赞转发，人生开挂。